Hello。这个我有点拿不准，你帮我再看一下。这片子不是我们医院的，嗯，别的医院转过来。你还是让病人再做一次造影吧，如果要排斥做手术的话。哎，病人家长觉得我们医院的造影比他原来的医院贵，不乐意。家长说的。对呀，你说，其他家长为了孩子那是赴汤蹈火，这种家长少见。哎，我要不把他叫进来，你先看看。好啊，叫来看看。哎，孙斌家长，来，带孩子进来。我建议你再做一个心脏的造影。因为现在这个心脏血管的情况呢还不是很清晰，所以呢回去跟孩子的爸爸再商量一下。越早手术越好，不能再拖了。好，好，谢谢。来，谢谢医生。谢谢啊。片子忘了，我去。蛋蛋，谢谢。室间隔缺损，合并主动脉瓣关闭不全，先天性心脏病，一出生就能确诊。因为孩子的嘴唇是青紫的，从出生到三岁时关，不修补瓣膜缺损，会没完没了的感冒、发烧、肺炎。到十岁又是另外一关。你想说什么？